为个今日嘅公布嘅七月份主要经济数据就显示，七月份内地嘅通胀温和，而经济亦都呈系一个底部企稳嘅一个迹象嘅。咁就我哋睇到七月份居民消费嘅物价指数 CPI 就比旧年同期系上升咗 2.7%， 咁呢个系同上一个月系持平嘅，略低过市场预期嘅 2.8%。咁嘅推动嘅呢个物价上涨嘅主要嘅因素都系呢个食品价格嘅上升所推动嘅。咁而反映呢个实体经济嘅工业品出厂价 PPI 嘅跌幅咧就收窄，去到下跌 2.3%。咁呢个就比六月份嘅下跌 2.7% 咧系缩窄咗0.4%噶。咁呢个数据基本上系符合市场嗰个预期，亦都显示咧经济咧喺底部一个企稳嘅一个迹象嘅。咁我哋睇就系话喺政府近期推出嘅一系列稳增长嘅措施之下，七月份嘅投资啊、工业啊嘅增长亦都一个稳定嘅一个增长。咁一至七月份成真固定资产投资嗰个增长咧，就比旧年同期咧系增长咗20.1%。咁呢个略高过市场预期嘅20%嘅。不过咧就呢个七月份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咧嘅增速就轻微回落，去到13.2%。咁呢个增速就比上一个月咧系回落咗0.1%，呢个就低过市场预期嗰个13.5%嗰个增速嘅。但系咧就工业方面咧，就系、是、七月份嗰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咧就好过市场嗰个预期，咁就比旧年同期增长咗9.7%，咁增速就比六月份嘅高咗0.8%。咁其中个发电量嗰个增速咧系回升去到呢个8.1%嘅。咁我哋睇就系话工业增加值嗰个回升咧，就显示到就系话稳增长政策嘅实施之下咧，就加上呢一个欧美经济嗰个企稳复苏，咁就嗰个需求咧系喺度逐步喺度恢复紧咁样嘅。咁整体嚟睇咧，就系话七月份嗰个固定资产投资啦、工业增加值同埋 PPI 咧，就显示咗内地咧嘅经济咧逐步喺呢个底部咧企稳嘅。咁呢个说明就系话近期政府嘅稳增长措施咧系逐步见效嘅。咁但系咧就话虽然而家嗰个通胀咧就系相对温和，下半年嗰个通胀压力咧预期都唔会好大。咁全年嗰个 CPI 咧有可能控制喺3%以内。咁而经济亦都喺呢个底部逐步企稳咁样。但系咧就我哋睇就系话喺政府嗰个稳增长、防通胀、调结构呢个三个目标嘅要平衡之下咧，咁我哋就预期下半年嗰个政策咧会继续保持一个稳定嘅，咁货币政策咧亦都会继续维持一个稳健嘅中性，咁即系唔会放松，亦都唔会收紧。